我覺得每人都可以係設計師啊。吊住個袋啊，望落淨係攞住個係啦係啦係啦。只不過我只係一個識得畫、識得表達圖像出嚟嘅人。香港的設計的文化都是即食，當所有人都接受了快、平、正這樣東西的存在，我覺得這樣東西就會扼殺了很多一些在埋頭苦幹的一些設計師。人家可能是講緊用了很多年的心血去做一些作品出來，即一下子就被你抄了，即你還要用一個比我便宜10倍的價錢去賣出去，其實這樣東西是很不尊重的設計師。啲老細啊，啲上司咧，永遠都覺得每做一樣嘢，好似好快一個機械人咁撳兩個掣就搞掂啊嘛。咁所以我就每一次可能啲 appraisal 我都會寫 time is very important 啦，就係 lead time to produce。咁嗰個 time 我係會煲大咗去寫，希望佢哋都 get 到我呢個意思。